你也球迷入场的时节，新妇也搭配有一场冻僵的球俗印象，难得转家乡的助理亲，两位不用讲哦。客家人有名堂。哦耶，哎，讲客家话冻僵呢，嘿啊。我也觉得不错。不是，不过，哎你啊，哦，做个呀冻特别。今天这个看起来很专业的衣服。嘿，唔系来杂草，我来做起饼。不过吼，你只要新埔啊，新埔啊，那地方啊吼，那个东西最有名的啊。柿子柿饼哦。错，而且列下时间啦吼，是啊，最多的时间，还有最后剩的时间，根本抢到了。太子，你好，你好，小钟，小钟，哎，你客家人有名头，呀，李进。李进，你好，你好。本人有黑车冇？哎，就条条先两条，有奖哦，奖都先选一选。哎，唔关心你。太子，你做了 key 表去救的时间呢？哦，外出妈妈肚子，要开始做诶，要靠妈妈做咧。哦，哎，新妇的那 key 表你会按油命啊？哎，你新妇哈，尤其你换坑啊哈，换行换行就是落唔落水啦。哦，唔会落水。嘿嘿，啊唔落水哈，要该救工房啦。哦，救工房。哎嘿，啊救工房哈。是安喏，诶，东北季风嘛哈，农历的旧年哈，啊，坐在山道上又干落啊，哦，伊唔会一下子就起哦，嘿，伊会是啊，滴滴滴滴滴，几啊年，古时候叫九降风，哦，哦，在这里一直转，一直吹，不是他天的呀，是他天的个参照天呐，哦，认真爱神的老小乐意的天使，还有返乡的旧光风。合符的吃法制作高层的条件，故说新埔变作台湾吃法的农产加工台镇哦。朋友啊，看到了吼，了萝卜、火冬土，了嘿香嘛该？香的。双口鱼的嘛。嘿嘿嘿。干你香嘛该？我听爸爸香。你香？香柳。哎，还是听爸爸。你带了未嘛？带了啊。哎，我香柳的应该是嘛该头？啊，胖山桶，好嘛？红尘。突然间，你要不英国的胖山桶，你要不按到河东桶啊？也是吼，我妈妈的爸爸，留下来的啦，外祖父。哦，妈妈的爸爸，外公。哎，古董娘外公家哎的姓吕。嘿，也是土地吼，是外公传落来，乡里的人传落来啦。该你想嘛该？沛国堂，我姓朱。哎，姓朱，像朱的黑沛国堂。哦。哎，像陈的你知道吗？颍川堂。哦，错哦。像拉的喏，颍川堂。像总的喏，颍川堂。哈哈哈哈哈。真的吗？其实因为这个啊，这解释还有很多。你有看我们节目你就知道。好了好了，要好好研究情怀，要发表的。因为你爱用来吼，一定要体验一下，好冇？好冇？哎，突然去体验一下，要马上做呀，起变好冇？做得做得。吃法大家都识过，不过用来做吃法，唔可能就唔对了。就伫六年级去准备加拿大的时节，小总伫河东塘荷塘面前，行行看看啊，行个你姊妹夹夹翕几张的相片。讲等一下，爱分享本加 fans， 一只季节寒天的景象。哎，刘一姐啊，是，然后爱出哎，你两大类做呀，起饼，用板来做，看到啊，看到呀，哦，哎，也都三档杂，三档杂是啊，杂个起个啦，杂是变到呀，你关注吼，也都杀起个啦，嘿，也分嘿，也几个种个都变种个啦，嘿。他牛太杂，那种牛心的啦。牛心的，牛心的，哎，记表，牛心的是，哎，牛心，就是牛心，牛心思，就是你有心事的意思。我有心，你有心，牛心思，很神奇哦。做吃法的第一步就是削皮，刘秘书讲啊，皮削到越长越好，也就代表感情越长越唔会断。先来看啊，李青好多用的嘞。哦，阿公怎么样？古董，呀，阿公爱古董。哎，阿娘先过来。哎，阿娘过来，没有？阿娘过来。刘秘书，哦，懂看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啦，听懂啦。感情断了。阿娘给阿突然。有。突然的，做秀的安装，阿弟，混杂啦。哦，别说他这个地方固定，哎呦，对，好不好？哎。
报告，我是沛国堂朱氏第24的女儿，我叫朱丽晶。你还 MV 啊，好自由，要不对吼、哦？神木雨桐都拍 MV 都在睡。不一样啦。到礼拜三，大家礼拜三按训练。当开始的时间，托人先生演，全部知道天方夜谭的公司演，但是我要做两年，年接着越来越多啊，两年，知道越来越有钱的演是为了参加。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当做教导人来谈，包括底薪、职能，还有一些态度，我们都蛮要求在这块。转是两下发行。谁说他这个地方固定？哎呦，啊，对，好不好？骨头量无简单。削皮的刺诶，会先冰落摊皮色来皮，本刺诶个皮生一层膜，皮好过后，行爱拿出去晒一条，行甲本旧工房，才前日到旧日，一时间啊，等于行爱天数刺诶表面老轻轻买。哦，一种传统的做树技法，好事又好工，真见系叻叻嘅辛苦啊！小总啊，您用的老师诶，面包脱嘞，系为表演包吃片系么？韩乱乱讲，韩忙洗好，班上唔走的吃诶，会真好食。其实韩忙做好的吃法，我识识诶。用你只看到小总唔错的吃法，家家拿出做好的吃法，问家的试试。嚼久了，有那个香气，有那香味。好吃好吃。好吃啊！好吃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比刚刚那个还要更厉害。嗯，这都猛嘞，这三斤呢，这味道更浓更浓，八九斤嘞啦，浓厚是牛牛的香气，牛牛的香气。我今天来好好告诫一下，因为其实我小时候的客家话，我只能说我应该真的还蛮厉害的，比起就是跟我同年龄的孩子来说，尤其是最近这几年，就是。因为接触到很多客家活动，甚至是今天这样子，然后可以回家乡走一走，其实很希望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客家母语，然后也希望大家我们客家子弟们可以这样子一代传一代，把我们的语言好好的留下来。李青也拜董凡喜转到新埔，复习的就学法，很识到的董好识的吃法。唔过，因为有一种啪啪的吃法咯，用意只讲啊，也是吃盐散神、吃爽的吃法。可以有讲，吃爽有运气自出的效果，还做在哪里做料理哟？你知啊？哎，刚你讲啊，好，哎，可以啊，好冇？嗯，煮埋可以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冇？还有啊，好，你讲了，要煮嘛该？煮鸡汤。鸡汤最好食。当好食，加用心嘿。加地下猫猫猫食看看。有吃过鸡饼做改同吗？一定没吃过，错吗？没有没有没吃过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顶多吃过那个肉菜脯，老太婆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烘焙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，好，走走，好好。烘
我的熟皮，一下就看到参拍室的情形啊。在路边能看到一堆一堆的牛眼树。小总讲，在国外是用牛眼树来配披萨，在台湾也没得用来配吃的。用这牛眼树烧过后生成的香味老本土，会加添食物的风味。牛太子讲，吃法假会压出潮气，咸卡酥到小披萨中意，咸卡好加哦。糖豆芽，你吃咩香叶皮配呀？诶，看一下是唔是吃卡咪做得棒果食噶？油桐花啊，太适合，一定要唱一下。来冲一下。山脉中铺，流年的油桐流，铺着山白，把雪写给油桐花。天地从无有情。在鬼片的梦境智慧度，强强冲得客家歌曲。李清哥，所以咧客家人，特别是唱客家歌的唱客。也是在都市糖果客家话，都要本心肝头都加的一分感通。其实，自己家里的语言真的很珍贵，尤其是我们家讲的海陆腔，在那个捷运上啊、高铁上啊都听不到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实在是应该好好的，就是在唤醒我对于我家里客家话的记忆。了解吃法的制作，用意之讲，吃法由鸢飞制作的效果，对唱歌的主持的人同好，故所请的好朋友龚太子做吃法解脱来唱两下。也龚太子发挥创意，老关系的现场咪腔下并落同度，用两种故乡特色混出来的吃法现场解脱，真件是温暖的助力器，规则心肠。朱立清是关心。